想问一下，当年您在拍这部戏的时候，是您选的白雪作为女主角吗？我选的。真的吗？我选。是因为你喜欢听她唱歌吗？不是，这个说起来笑，我有一天看电视，看她唱歌，实际上认识有十来年了。完了，其实找媳妇这个角色吧，我想了很多人。然后那天她在这个电视里唱歌，唱的好，完了我就想想怎么办呢？我就给他们我一个好兄弟打电话，说那个，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吧。说什么事儿啊？我说我想叫白雪当我媳妇儿。他说那可不行，这个再说这个我做不了主。嗯，我说要演一部戏里边演戏，我得找一个说客，是吧？后来一说啊，他说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？后来我就见面聊聊。嗯，你以前认识他吗？认识。认识也不是特别熟，不是那么熟。对对，那你为啥不找一个影视演员？你找个歌手，你就不怕他万一演不了怎么办？这个你是图省钱吧？你不是不是啊？他更贵。外行好管，外行好管。对，外行好管，好管。他们俩演的是里边的村支书和支书媳妇儿，对吧？村主任。我们找了一小段片段啊，来看一下。好。白雪的这个，是不是演戏还可以？还可以，关键你这打得不狠呢、啊、我的性格来说能到这样就很不错了、打着你了吗？一点都没打着吧？打着了，其实枕头没打着，手打着了。还挺疼的，他其实力量挺大的。其实我们在剧组挺好玩的，就是你生活中挨过打吗？挨的打的少，基本上没人打了。